你想怎么不爱讲话？你，子玲，你是不是爽快？你也不能生气啦，是恁一路来。好了，我跟你讲啦，你的生命是英雄在你延续的。 你什么意思？应心发生车祸了，伊过身之前有交代，一定要把死保管好你。应心出车祸过身啊！你今嘛，不是为你一个人活。 一定要为了应心好好保重家己，安尼才袂浪费应心，安尼就你的人生。我害你真正离开我，所以你才来我的梦中跟我相识，对不？你等于现在都不爱跟我讲，现在都不会见我，跟我做他爹家。 陈志玲，你是安怎要出世伫这世界上？阮英雄顶世人到底是欠你偌济？你想来甲伊抢钱的钱，搁来甲伊抢爸爸、抢遗产，即马连伊器官你嘛要抢？你根本就无资格用伊的遗传开。 你家己去想，家己去想。你骂你啦！你骂你啦！大勇真甘心，真正。你敢讲两句啊？你前面家己思想做无我济哦，你搁剩一点钟啊？陈志玲，你拄啊有好好感谢我用心无？ 感谢伊替你照顾你甲燕君的宝宝，我的卡，今麦伊三个人已经伫咧另外一个世界过甲真幸福啊，所以得好好活，唔通遐早死，莫阁去破坏阮燕心的幸福，听到无？了，你讲有啥物意思？志玲啊！ 你卖听伊倒在咧学白讲啦，咱来倒，你敢毋知影？你动这大的手势，囡仔是保袂住的。爸。 别讲感谢，大家拢讲我是杀人魔，是黑寡妇。其实上歹做的是你，你去死你家己的爸爸妈妈、姐姐，还佮有你的后生，即摆连你袂出世囡仔都拢会去死啊！ 我会等你看，看金家这的人是不是拢会甲因同款，行一条路。我的宝宝，我的宝宝。 子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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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若想要好，你就大声吼出来，你安尼捂在心肝底哦，阮两个老的是愈烦恼呢。爸妈，我有代志，我才要。
气给你，捐给你。可我赶快就投靠，就休息呗。希望兄贵天经啊！不过就是讲打很大手术，我给他过会当保掉。我家属这些事情，我没好你，可我赶快让你休息投靠。我是为着要救你，我一个忍痛。医生宝宝，你讲啥呢？这行吧，是叶君川属应该，唔知相传呢。你莫病啊！你莫病啊！燕君，是燕君传简讯给我。不啦，子玲啊，你是咧喊名哦。燕君哪有可能传简讯给你啦？是小新，是小新，这是因为世界都，这是要给我未来的家啊。燕君，我听讲有老头头话，咱未来生出世界都。其实我是利用话世界都。表达对你的思念嘛？我有诶几落种无同款的设计哦，到时阵你看你介意倒一种，我负责执行。那你请问一下，伊画几张啊？算算诶，差不多有十几张。十几张呢？十几张你搁嫌少？一般我替客户画设计图，拢无超过三张诶呢。哎，你讲画设计图是要表示对我的思念呢？十几张呢，就想我十几届哦。哦，原来你是在计较这啊？你放心啦，以后我的人是你。而且我无需要再靠画设计图表达我对你的思念。哦，那呢，你要安怎表示啊？肢体语言来表现啊！我们用怀热情拥抱你。